大家好，我是小力。那今天跟大家分享木吉他的换弦跟保养需要注意的事项。
好，那以上就是今天换弦跟保养的分享。那上面这些方法呢，基本上是我个人会使用的方法，可能有些步骤跟大家使用的不太一样。那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我们换完弦之后，新弦的张力还并不稳定，所以我们刚剪掉弦之后呢，我们还需要再稍微调一下音，确认它的音是准的。今天分享就到这边，如果有需要换弦或是保养的需求的话，欢迎来就好音乐，拜拜。